他们的北京话讲得比我好，能够看中国的文言文，不能不佩服。他们看着我对我笑，不答复。那我又问他，那汤恩比的话说错了，他们还是不答复。到最后逼着我要说话，我说汤恩比博士的话没有说错，而是我们把它解读错误。为什么呢？提起孔孟学术，大家都在研究，汉学系是研究儒释道的，这三样东西是他们的本行。我是讲到孔孟，你们一定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，这点头。那么讲到佛学呢，一定是提到大乘经典，华严、法华、般若、法相，一定想到这些。他们拿这些东西去写博士论文，将来可以拿到博士学位，也能够在汉学系里成为名教授，欧洲的汉学家。我跟他们开玩笑，我说你们呢，将来的成就跟我不能比。说为什么呢？你没有我这么快乐，没有我这么自在。他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学的是儒学、道学、佛学，我学的跟你们相反。你看外国文字从这边念到这边，我们中国呢是从这边倒过来，从这边念儒学，从这边念学儒。我说我是学儒、学佛、学道，你们搞的是儒学、道学、佛学，怎么不一样？儒学是把儒当作一门学问去研究，学儒不一样，学儒就学孔子、学孟子，我们也做现代的孔子、孟子，社会问题就能解决了。所以汤恩比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学佛呢，要学得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做现代的佛菩萨，你才能救世啊。学道呢，要学得跟老子、庄子一样，这才行啊。